安置电料学堂，中原 TLB63L34P 漏电断路器产品，如果只有暂时接一条火线跟 N 向中性线，可以正常使用吗？中原级数为 4P 的 ELCB 产品，使用的电源系统为三向四线式，也就是 RSTN 向等四条线，若仅接一向二线系统不能使用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影片的第一手资讯。